说你挂了，他看了我一眼，那个前台的妹子，他说你挂了，你不能约，你要先约柯山可以。我操！而且我柯山是中午练车，哦，中午练那还好，可以睡一会。挂了，挂。柯二最难，柯三好像不会很难的。好像考驾照，基本我听说都是只要科二过了，其他就过了。这什么意思啊？一波兵升二，避开，还是被打到了，被打到也没关系。科三是好呀，摁喇叭，我就报的是自动挡。哎，不过我有点想去改手动挡的。我搞得我有点想报手动挡的，但是报自动挡拿车又快，我可能以后都不怎么开手动挡的车。我就感觉他妈开手动挡感觉好像挺有趣的。手动挡其实也不难，我感觉。就踩离合，刹车离合一起踩打火，对吧？要挂挂挡就可以那个。哇，这个好赚呢！控制抵消了，脚油肯定要来，抵消。手上挡快是什么意思？你是说手动挡的车开得快是吗？确实，手动挡的车肯定要比自动挡的快。你可以自己上挡、下挡、下挡。堵车的时候手动挡很累，还行吧。有的手动挡还贵一点，手动挡好像都贵一万，都便宜，好像一万吧。我看很多车，搞这什么意思？叫闪。又走了，二十一刀还行，回家喽。再推一波，反正你要提出来，能推一波是一波。还有手动挡车当然有了，手动挡车还是有很多。哎，我在想要不要换手动挡，它能不能换呢？我已经开始考科目一，考一半能换吗？有没有这种报 C 二然后直接换到 C 一的？能不能换？有没有懂的？可以换，真的吗？真的假的？可以换。可以加钱换，哦，加钱换是吧？
你朋友考完科一，11换11，不知道你们是因为不好过吗？还是他应该吃果子去？加钱换是吧？加多少钱？ 嗯，确实，手动挡的车排查故障能力怎么样？好像手动挡的车买到手车很少会买到那种水车。一般开手动挡的车的人技术也比较好啊。当然，我不是说开自动挡的人有什么问题，别冲我。确实，我坐过开手动挡的车的人，车技都不错。 一般开手动挡的车的，好像事故也不是很多。11换11才需要加钱，那11换11不需要加钱，这应该都要加吧？他应该是交一点这种什么费的，就补差价是吗？ 说话叠加护甲是什么意思？哦，哈哈哈哈哈！叠加护甲，哎，肯定有一点点，不然有心人知道吗？别多想了，算了，就考12吧，不折腾了，就12，考个毛11，到时候想考再去考。 11还换12干嘛？不你妈一样开吗？我报的是12，我报的不是11，我报的是12。我一开始想报11的，那我想简单一点，而且我也觉得我以后应该开不了手动挡的车。 这么顶级，好疼！那 Q 到这武器，一丢丢。哎，他别砸野！我操，真是狗杂打野！我他妈越来越讨厌玩打野的人，素质好低呀、啊！这种就跟他妈在路上开车那种别车那种他妈抢你道那种他妈的一点不讲素质的，完全不在乎别人感受的，我这他妈我讨厌这玩打野的狗杂，他妈真的烦，又没用，0-2，他妈了个逼的！
你吃了这个武器人头，还是因为我的操作你才吃到的？哇，好恶心！300加一个一波线，再加一个一塔，1000多块钱，好恶心，太恶心。 撞墙，我知道了，可以杀。这一波好像可以杀。反应，这好像可以杀。贼一波好像可以杀。老头被拿下了，老好被拿下了，老好。神分，这种要人打不过。我操！我是他直接跳脸的，这武器这么怂，看来是很想赢的这个。 他怎么那么虚我呀？他要等角爷过来，看这样子就知道角爷在。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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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爷又下路。 哇操！这么稳健的呀！你是懂维护同力？哈哈哈哈哈！我在跟马队跟对喷呢。哟，这么痛吗？他的伤害。 我操，他的 damage 太痛了，武器不给机会，他其实打得过我，你们知道吗？他跳我直接开个 E 开个大，我就有可能要死的，他这没想明白，这太怂了，他是不是曾经被剑魔暴打过？当然不一定是我，有可能是别人，他是被剑魔暴打过吗？ 偷偷偷一个神龙，14分钟一塔就没有，我的塔是被我们家打野拆掉的，被我家打野给拆了，让他别拆他就摁拆，没办法。哦，而且不止一波线了，两波线，是两波兵线，我差点忘了。
你耳朵有蚂蚁在爬，怎么办？ <笑>找个旁边舔一舔。开玩笑，<笑>你耳朵感觉有蚂蚁爬？我不知道耶，180刀。<笑> 哦，你终于想明白，你打得过我了。哦，他怎么那么怕我？你别怕我呀，我打不过，打不过你的。你这么怂怎么玩？我打不过你的呀！他妈，你急什么呢？我真是服了。有什么好怕的？ 出来，一出来感觉可以多活一会，不应该也是死，女警过来，有点操作，我的妈呀，这串串响，我操，好肉，113的魔杖。 坦克装备最后还是被这种近战战士给滥用了。放出来的。 青蛙的经验谷，幽魂咒，他甚至连护甲都不想出。 321，难，看一能不能起来了，这艾克起不来了。我操，两剑打一剑，打的好吃力啊，感觉。 换个鞋穿。哦，
我们先买一把长剑看一下，如果需要的话直接就破剑者也可以。 吵架了吗？对面，不行的，老在干嘛？我操，生气！兄弟们，看下这把能不能翻盘啊？我们这把是很大劣势，还差400块。 在干嘛？他们以为我已被击溃，被束缚，但我从不屈服。这是一场战争。
这么难打，救不了你。 这太难打了，我需要一把影魔刀，感觉有点难，对，脚这个女警太肥，可是脚又很肉，打不死，还出了个深渊。 这土龙被缴约拿好要命啊！它这个能加9%的魔法抗性，9%。 在干啥？这16个光辉，还活16秒大招，16秒传送，应该有人会回来吧？这他妈怎么打的？16。 2000多，我操！怎么说？现在问你怎么说？来个这个吧，可以给队友来了条大的，23百，23百，23百，怎么说？这波装备终极，哇！要是再来个土龙魂，200多双坑。 这可以给我1000的盾，我打团得要先把这女警跟武器宰了，她不会还有1000块的。我这武器有可能打不过，这开大得多少抗性啊？他妈260了，这开大得多少抗性啊？这开大他妈300多了，这你们这抗性怎么回事啊？我才195，你就两百六十五，你开个大这。 最多少？400了。放我来已经爆炸了，主爆还是太一般。武器他现在跟我差不多一样了，他这个强度，你别看他3000套了，他这个装备强度是跟我一样的，装备强度，我装备强度是不如他的，甚至还差那么一点点。 哎，送起来！好。 差不多。
我还要僵尸！ 我还有僵尸！嬉皮笑脸，又给我带赢了！哎呀，这主播怎么他妈这么贼呀？啊，又。